言吼，甲花子款款的做一走啊啦！你吃行的头家，你搁甲司机插卡票花啊？啊！为什么要安尼做呀？阿鹏刚好讲，伊是放榜。我先卖问啦，哦，结果有缘就互咱知影。哈，你无要去英国啊？以前的陈伯文跟我说，他想当老师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是会发光的。车行嘞啦，时间嘛已经差不多啊啦，你敢今年要放学杯？